广告。广告。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 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0:27直播，2:27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.5x 1.0x 1.25x 5x 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。广告战报，亚太主场2-2华夏拉维奇破门伊哈洛现决，平球 50% 75% 100% Zebra 0027 Unigen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% 视频协议 https://cdnapd.f703a07f954a31s4961fcd6516a v SMTCDNS.COM 下载速度，缓冲质量，真属错误码，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8日10:04播放流水 37A15S88E25355D2D81313C160EF996702001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，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。亚太主场2-2华夏拉维奇破门伊哈洛现决平球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0WDATAVIDEOARRPUSHVR0027UNIGEN.IMG.HTTP.INUS.GTIMG.COM.NUSLS0509634040408.0视频。战报，亚太主场2-2华夏拉维奇破门伊哈洛现决平球，时长约2分27秒。腾讯体育9月1日讯，明晚中超联赛第21轮，长春亚泰将在客场对阵河南建业。赛前发布会上，亚泰主帅陈金刚认为，河南建业虽然目前战绩不佳，但他们非常有特点，作风顽强，本场对决将会非常艰苦。陈金刚发布会上，陈金刚说，河南建业队和长春亚泰队这么多年一直在中超，都比较了解。我们也知道河南建业队是一支非常有特点的队伍，作风比较顽强。明天的比赛，我希望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。作为我们队来讲，关键要做好自己，争取取得一个好的结果。随陈金刚一同出席发布会的亚太球员谭龙表示，明天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，全队已经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，希望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。河南建业曾经有专制不服的名号，他们曾经战胜恒大、上港、国安、鲁能等强队，但亚太却从未让建业在自己身上占到任何便宜。自从2013年至今，亚太和建业在中超、足协杯共交手10次。亚太7胜3平未尝败绩，而且只让对手打进一个球。有记者问陈金刚，亚太对付建业的秘诀是什么？后者答道，其实没有什么心得，还是那句话，建业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，作风顽强，比较硬的一支队伍。明晚的对决，郑州航海体育场的魔鬼主场氛围将会给亚太制造一点麻烦。不过陈金刚也表示，建业的球迷比较热情，所以我们要在场上保持足够的专注度。除了对手人员不整的问题，也让陈金刚感到有些头疼，包括特别好的队员张毅一直是不能上场。这么多轮，我们队伍一直处于人员不整齐的状态，但同时也很好的锻炼了我们的年轻球员秦毅、